很多男生在遇到自己喜欢的女生之后，就是感觉不知道该说什么，打过招呼之后就没有话题可以去聊了，这个就非常尴尬了，对不对？其实尤其是如果你遇到一个女孩是一个美女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大脑一片空白。你不知道越漂亮的女孩更是需要你用非常温暖的话语去抚摸她内心的。如果你和一个女生初次见面，其实你可以去尝试表达一下对她的感受，比如说，男生，我觉得你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很可爱，很适合你。女生，谢谢你今天穿的也很得体。男生，谢谢你的夸奖。在你和女生刚见面的时候去夸奖一下她，去表达一下你对她的第一感受，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聊天方式。你说出的话要让女生觉得很舒服，这样她就能够去对你有更多的热情，去跟你展开更多的互动和交流。